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在续涨86点，量是850亿。那在礼拜一的时候跟投资们谈，我说这个盘来到8506部分，它要开始直接做转折反弹向上。那今天已经到8974，我讲完以后已经涨了360点。所以我说，你要做股票，好，你一定要去事先抓到那个精确点，而且你看的节目一定要事先做预告，不是事后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手上的股票，华邦电今天在做续涨，深科在做一个说续涨，来，我四级会员就这样，就这些股票，智冠在继续涨，今天。玉金光平盘，我继续在平盘下做加码动作。一家今天继续涨，宏达电今天继续涨，智冠今天继续涨。好，唯一今天呢比较弱的可成，我今天来到252253，我继续做加码。我都是公开。我四级会员哦，现在加起来总共就是8档股票，好，我不会像很多人哦，一买就一头拉苦。好 ，OK， 那我之前跟各位谈过，我说你要看那个所谓节目，一定要做事先预告。那郭宪政的节目一定都事先预告。那我从这个台转过来，来，我们从11月1号开始哈，我的节目开始更动哦。自11月1号开始，那为了服务很多广大的投资朋友，那我们转到运通财经台下午的4点到4点半，那欢迎旧新知准时在收看。那你看的节目都是我介绍给各位的，都是事先做预告，而且直接给各位点数，或是直接跟各位讲要买什么股票，好。我不会在节目上讲所谓的绩效，如果我在讲绩效，大概就是我这一档股票看卖掉了，因为所有人看好我就看坏，所有人看坏我就看好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短线上来谈哈。当然，10月31号今天晚上有一个所谓的免费技术班，那如果你来，好，我会教你很多外面学不到的技术分析。市场上很多人很清楚，郭宪政的技术分析都不是传统技术分析，而且我给各位技术分析一定都是清晰易懂，功夫深。好 ，OK， 来，今天呢，我们先从短线上来看哈，再来看下礼拜一，来，今天呢尾盘做一个所谓的拉升。好，那我昨天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？昨天10月31号。10月30号，我讲10月31号，对不对？我说8850到8925，那第一波如果反弹上来到这个点，8925，它一定会下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事先预算，我当下做调整了。来，第一波上来这个点，开盘哦，开盘这一根 K 棒。9点5分是8926，很多人就冲进去。那第一波的高点为什么我可以算得到？8926就这里，9点5分这根 K 棒，9点5分这根 K 棒，8926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边顺便告诉你8930。哦，昨天告诉各位的。10月30号，看10月31号第一波高点就在这边。好，压回这个低点，好，8885。那我这里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？8887，也就是低盘高点跟低点，高点我昨天已经算出来了，低点盘中我就知道了，8887，最低这个点。这个点8885，这个点8885，就扶摇向上。所以呢，重点，你一开盘，你不会买这里，你会在这里买，因为这里事先算出来，8887，
对不对？尾盘收在这里，那这个就是你在学习我的技术分析里面，你可以事先抓到第一波的高点跟低点，而且事先做预算，有状况，高点，第一波的高点，昨天不是告诉你的吗？那第二波低点就在这里啊，这都有凭有据哈，有凭有据哈，最起码昨天告诉你，顶多就在这里而已啦。好，那你如果看的节目都是事后再告诉你出现什么状况，啊要怎么去做，那种节目对很多人是没有意义的，听得懂吗？哎，火车鬼在崩逼啊，怎么解释都通。那这个节目你从早上看到晚上，一整天可以预告加权指数，今天预告明天的只有郭宪政。那我短线上算得准，中长线有没有问题？不会吧，哈！这就是我在教会员的。10月31号，我们来讲11月3号，啊，这怎么算的？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教你怎么去看。好，10月31号的免费技术班，今天晚上的，礼拜五晚上的，你来，我教你怎么去看。那我11月31号，我不会再放 VCR 了，我会告诉你11月3号短线上怎么做。这事先预告，这加权的，加权的，好，让各位去知道说，哎，真的世界上真的有那种技术分析可以事先算出高点跟低点。我跟各位讲哈，你如果长期看我电视，你绝对不敢听 key 对不对？那这种技术分析，你如果是我会员，我每一季都会开技术班，我都教各位。那如果你对我的技术分析非常感兴趣，而且为什么有人可以事先算出来？你不要怀疑，到我免费技术班，反正不用钱的嘛。啊，你假日闲闲没事干嘛？你来啊，我会教你。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当然有帮助啊！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哦，日线的一个所谓部分。好 ，OK， 我之前跟各位谈哈，我们的技术分析都没看到，这里8000株多点，我就知道会涨到9500，顺便告诉你会跌到8500。这我在很多人做股票他就不知道高点会在什么地方，请各位记住哦，这我不是现在讲的，我免费技术班教，节目上每天跟各位讲。所以来到9593，很多人在这里买，那我发挥我自己的一个所谓的 know how， 我在这里请全国投资们要卖股票，因为9500这里算出来，然后呢事先算出来会到8500。8532，我是事后算的吗？那你这几天才在运动台看到我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我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没看到的时候，由这一段，我不是告诉各位8605附近，非洲斑马欧北贝，我看到后面吗？没有。10月22号哦，这是在上礼拜三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跌下去的时候，很多人告诉你不好，我就告诉各位，接近了，事先算出来这个点8607，要不要放 VCR？ 很多人都有做记录，这个点我有没有抓出来？然后呢，讲完以后就涨这一段，好 ，OK， 9500我有抓到，这个9122我有没有抓到？9014我有没有抓到？有哈。9532我有没有抓到？然后下去，这点我有没有抓到？因为有时候我也限于时间上面的个问题，我没办法跟各位一细节慢慢的讲。但是我的免费技术班有2个小时，我会慢慢的跟各位讲，慢慢跟各位讲。啊，路遥知马力的哈，日久见人心。好，反正你看过我电视节目的，好。久以后，你应该会是我的会员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有这种技术分析，可以事先算到高低点的，包括个股的部分，永远买在相对低的。
好，我没有欺骗各位，我就实事实讲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说，探井偶基数列扯我，探走博价，强你扯把狼。那我讲完以后，是不是涨这一段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甚至下礼拜怎么做，我都已经跟各位讲了。所有投顾老师学郭宣正嘛，但问题是没有人有这个能耐。那有这个能耐的，你要不要跟？就看你啦。反正转了一圈你不要转了一圈输到没钱，你来找我，那我怎么花多啊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个股的一个所谓部分。来，我做什么股票都一定事先讲。来，10月27号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，我阿兄怕人要大出手。我侧标是不是这样子讲？就跟今天的侧标讲，好，今天文珠跟我来波比嘛，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教你很多嘛。10月27号我就预告10月28号，来加权是不是在这里的？10月27号我就跟各位讲，10月28号我非洲斑马欧北贝，那这一档叫华邦电，在这里。重点我有没有买？很多人是拿不出这张。很多人是拿不出这张，来，这能不能作假？不行吗？这一根就这一根，讲完以后，涨停板，昨天盘涨，今天又差一点涨停。那如果套到有很多老师跟你讲，就两根涨停板，我不会告诉你这样，我只告诉各位，我懂得事先知道华邦电，哎。这里都没看到，我就知道华邦电这附近是买点。那跌到这里，散户敢不敢买？不敢买。这个点低档8.5，就在附近，我会买。讲完一根涨停板，昨天盘整，今天。盘中又拉到涨停板，那这一段到这一段有没有两根涨停板？有啦哈，所以呢，我的公公，你手上的股票就交给我，有一些未来不会涨的，你就先出掉；有一些会涨的，那我会带着你，我帮你做一个所谓的汰弱留强。那如果认同我的技术分析，事先预算的，哦，我讲我认同，我说你认同不见得有用，重底。你长期在看电视，你自己很清楚，啊，你来不用钱的，这以前来我的免费技术班一堂课要12万，你有来就赚到，你有来问，你有问我就必答。好，那不客到我们免费技术班，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，最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等一下哦，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啊？没办法，基地台又被拆了。妈，什么事啊？我来去修基地台，药没带，手机又没通，我快担心死了。灾区通讯设备严重受创，各家电信业者正在积极抢修当中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手机都打不通，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爸，基地台电磁波危不危险啊？我们的基地台都符合国际和国家的安全标准，安心啦。启发投顾香烟套餐专案，先赚钱再学技术，一个月费用3个月汇集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。现在立刻打电话拨打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启发投顾三关架技术班，免费技术班，10月31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北，要告诉您精算本波反弹高点及第四季行情。高价股、平台股、升级股预算高低，必涨股及必跌股挑股秘技，以及教授三关甲、双关甲趋势转折预算隔日高低点，名额有限，请先来电约，立刻拨打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；喙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钟；5分钟，紧顾好。要拍清理窗，
专利复合式导块，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鹅牌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。好，换回到现场，现在股市事实上是不好做。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不要练一下功夫，练一下技术？好，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我的技术分析是事先预算的。那我做股票永远是低买高卖，那我带我会员在做，一定是压回整理跌势买。那投顾老师一定是买现在在涨或涨一大段的，不对，或是空现在在跌或跌一大段的，不对。你要的就是能够在低档买，能在高档卖，或是在低档买，在高档空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你，我跟各位讲，你就长期看我电视啊。啊，你如果信任我，你就交给我，没关系。我做股票，我不会太离谱。我做十档，大概会中9档。那一档，如果我买在相对低或空在相对高，不对的话，马上就砍了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就比较讲。2474，这是很多人有的股票。然后呢，上来我都告诉你317，然后呢下去我都跟各位讲，我都没看到317一定会到260，来到260到267，它一定会反弹。这个点真的跌到这里，你会不会买？不会嘛？这在免费技术班上面教的嘛？节目上我有教各位，这边最低264。那来到这边，来到这个双技术的多底区反弹上来，一定会到294，那这个点就是294，然后294这个点向下，我知道245，然后呢312下来，整个波段我也知道245。你如果听不懂，那你到我免费技术帮你教你。所以来到这个点，我就知道这买点，大波段我知道这边是高点，这边是低点。然后呢，小波段这边高点来到这个点，碰这个点，它会反弹上来到这个点。然后呢，事先由这两个点算出来，就是在这两个。哎，各位听好不？所以来到这附近一定不会有人买。那我会不会买？我会，我就专门买在低档啊。我是不是都在低档买？那我是介绍未来会涨的股票，我不会像很多老师上来都在讲绩效，然后呢都跟你讲涨很多的股票。记住，涨很多的股票，你觉得它很准，那你加入它，它叫你再继续买那个涨很多的股票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参加投顾会赔钱？因为已经你认为它准了，涨了一段了，你再进去买，那你一定开到最高点。就跟之前从9500这样跌下来，我就知道会到8500。那来到8500，哦，你认为这个老师放空很厉害，那你就加入他，他就叫你做放空，结果你又放空在低点，因为你看到前面已经跌了，你觉得他很准，跌了1000点，你怕到了，你就加入他啊，他就告诉你所有的多单全部卖掉，不管什么阿萨布的股票都卖掉，然后兼放空啊，多喝多喝撩这段。啊，够用加起来，听好不好？欸，我讲的你听好不好？听无，听无，你就废气啊！宏达电这个点，我事先算出来，欸，我都讲很多人有的股票呢。那这些股票，如果没点到名的，欢迎你到我的免费技术班，我会教各位，我会告诉你这一波反弹会到哪里，对不对？这个点我这里就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顺便知道它会低点会到这里，121，宏达电最低118，那118上来以后，我就告诉各位，我来到这边，我一定会卖，我会卖在139这附近，这最高142，那压回都是告诉你，这里我是买点，我会买在126，我还没什么赚钱呢、啊，我还没什么赚钱呢、啊，今天只不过134而已，我在这里买宏达电，投资朋友不会认同。那我在180的时候，我叫人家要卖宏达电，人家不会认同。那前一波在120非洲斑马哦，北北还记得吗？哈，
那那个时候很多人也不会买，那我在这里有买，这里有卖，那为什么这里卖？我昨天已经表演过了嘛，没看到，我由这一段我就算出这里139.8140，那这个高点就140141，然后呢下来我就知道这边106126，要不要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？来啦，126、124、123，全部都在这边，所以呢，我在相对低档买，我有没有在这里买？有啦，我都买未来会涨的哈。来，10月14号，对不对？10月14号，就在这附近买。所以你做股票就应该要这样子做，而不是看到涨去追，看到跌去砍啊。一家今天再涨上来，跌到这里，从这里我这里没有看到一家，它右手边会到哪里？那你有这种技术分析很好啊，51块我就知道会跌到28，这叫一家。你告诉我，台湾有哪个技术知道这种？可以事先做预算的没有啦，我跟各位讲哈，我技术分析一定都是事先做预算的，而且清晰易懂，功夫深。而且我跟各位讲，我不是只有一种技术分析哦。拿到这边我会不会买？会。散户永远不会在低档买，那我永远是在低档买，高档卖啊。这个51块，我知不知道怎么买？怎么卖？我知道了哈。我买在这里，赚钱了没有？赚不到10%了。我有看到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上来我就知道52块，52，这边最高51.7，所以来到这附近一定要卖。然后呢，没看到的时候，顺便由这一段算出来。啊，有可能会到28.8到29.7，也就它会破30块。那破30块，一定没有人喊好。来到这边，一定没有人喊好啊。那我已经来买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我不管你参加谁啦，那我不管反正我就不管了。反正你只要买，想要买在相对低，而且可以事先预算的，我都跟各位讲，你大概早跟我会找到我，我没有在跟各位凑盖。好，你要看的技术分析是这种，就比如讲8501，告诉你会反弹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现在问你呢，啊，你知道这一波反弹会到什么地方？你会不会算？你不会。那你就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用3种你没看过的技术分析，你学了一倍，你学了一大辈子的其他的技术，传统技术分析，你还是不知道的东西，我教你，我用我自己事先预算的技术告诉你，那外面学不到的、啊。以前上我这种课要花10几万，那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刚开播嘛，对不对？11月1号以后，我转到运通财经台嘛。对啊，我会教你嘛。啊，所以罗根哥讲说，一家要怎么做操作，对不对？包括咧，来3406，玉金光，今天呢没什么涨，在跌势里面，我今天继续做加嘛。就比如讲，2474可能今天最低252，我跟哥讲，今天252我在加嘛。我就事先预告给各位，我不会事后，我不会去讲。现在在讲很多的股票，那如果你看见这个讲很多的股票，那代表你就贪吗？你贪消贪的弄给人，好，那我只跟各位讲，探钱有技术找我，啊，探者不叫钱找别人。认同我理念的，或是想要去我们免费技术班的，注意广告中时的电话。祝各位下礼拜一操盘顺利。
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喽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启发投顾香烟套餐专案，先赚钱再学技术，一个月费用三个月汇集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。现在立刻打电话拨打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启发投顾三关亚技术班免费技术班，10月31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北，要告诉您精算本波反弹高点及第四季行情，高价股、平盖股、升级股预算高低，必涨股及必跌股挑股秘技，以及教授三关甲、双关甲趋势转折预算隔日高低点，名额有限，请先来电约，立刻拨打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免打挡重车大狂风，大狂风免打挡，超大置物箱，双碟刹，13寸轮胎，可调式避震器，赞哦！下沙下沙只要4折，轰天雷买一送三，感恩回馈大放送。即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，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观盘技巧，逐步掌握操盘精要。了解更多，请速拨02-2365-3255。你等一下哦，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？